你看，你们觉得阿妹好看还是我好看的？她表哥说今晚要留我吃饭，我们只能来这里吃饭了。我表哥不在家。表哥不在家。哟，阿妹好看吗？你吃饭了，你在那里做，我做菜给你吃。那我来做嘛。哎，咱们给我点点赞，哥姐们。啊，那这样嘛，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得表现一下嘞。你听说你单身哦？嗯。那要不要小鹏来表现一下，哥姐们？那可以啊，如果你不表现，那哪有机会呀、啊？哎呦，哥姐们，我好看还是阿妹好看呢、啊？是不是我好看一点？我好看是不是？喜欢我的把这个关注点上哈。喜欢我的把这个关注点上。表妹漂亮，主播帅气，我好看。觉得小鹏好看的扣个二，觉得他好看的扣个一，觉得小芳好看的扣个一。这样你们再去云南那边，云南太远了吧？啊，扣二多还是扣一多啊？怎么马上做饭吃了哈？我靠！看，为什么扣三呢？你看我直播间现在都说我长得帅了，怎么办？帅有屁用啊！小芳好看，你知道吗？一二，那只是角度问题，我自己看我自己。姑娘没有男朋友，就把帅哥给收走，收了，不可能的，等下要被骂的。我还是纯素颜的，这好像没有开美颜，没有开美颜的，是不是没有开美颜啊？没有开美颜，我做饭给你们看呐、啊，好不好？看这煤气也没有用。这煤气没用了，快点生，你生火啊！我不会生火。来，让我来。让这位小哥来。站好一点啊，你这。看这边砍柴就这样子砍的嘞。你看我们贵州是这样子砍柴的，知道吗？水要来自我们这边的。我想问你一下，小芳。问。你们这里的彩礼是怎么说的呀？怎么说？嗯，彩礼是怎么说的？彩礼啊、嗯，彩礼是一头牛一头猪，然后一个万。一个歪啊！嗯。一百万谁叫得起啊？谁要得起啊？一个万。啊？万。一个歪不是一百万吗？万。啊、哦，一个万啊！哥姐们，你们谁要娶啊？你们谁要娶啊？反正我。哎，那你们贵州的姑娘啊，有没有单身的多啊？六盆水呀、啊，不是六盆水的。啊。我们这边单身很多的，我们这里是贵州第二个乡村大这里，谁要来我们这里玩？这里是什么村呢、啊？然后来我们这里玩的话，我都会接待你们的。真的吗？我不跟你说话。阿妹好热情啊，哥姐们。真的吗，阿妹？小芳嫁给小龙，小龙是谁啊？嫁给小龙啦、啊！小龙谁呀、啊？我叫小红，我不叫小龙嘞。那他们叫小龙啊？在我家好一点呢、啊，我这个帅气的脸都没照了，你叫我砍柴呀、啊？他帅还是我帅？两个很般配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为什么你觉得我般配？我跟他都不认识，今天他突然来给我见面，吓我一跳。我本来脸皮就比较薄。看你现在脸皮，我见到别的陌生人一般都不说话的，他们又不好意思不同意，都是从远方来的。对啊，还是小芳大气。哥姐们，咱们打上四个字，小芳大气哈。你看现在呢，我们砍柴来了，一见钟情，不可能的。一见钟情啊！你对我，我给你生小孩可以吗？搞笑是吧？啊？没有，我说那个粉丝。你跟我生小孩啊？跟粉丝说。小芳说要跟我生小孩，哥姐们。没有。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，有一个粉丝说叫今晚上我们两个生小孩，我要跟他生。
你要跟我生啊？跟他。那你们有一个 Y 吗？弟弟们，你们有没有一个 Y 呀、啊？有没有火机啊？桌子上面，快去拿，把门关了，谢谢。谢谢你，看一下我好吗？其实我也不长得难看啊，说实话吧，是不是？我长得难看吗？我都素颜了，一点妆都没有化，看见没有？这里连疼巴巴都有的，以前打架的时候啊。小芳，桌子没有啊？桌子没有火机啊，小芳。我不大方，那陌生人那我不可能大方啊。没有啊。没有火机。嗯。我去拿。我好看还是小芳好看，姐姐们？咱们每个人能不能送一个小爱心？咱们互相交个朋友啊。咱们给我点点赞怎么样啊？把这个免费的赞咱们点一点。你们放心哈，你们监督小黄嘛。小黄呢，一个呢不打 PK， 二不带货，三呢不骗你们要礼物。你们看一下小黄呢做饭好不好？对，你们看一下小黄做饭嘛。感谢这个广西桂林乐平，还有感谢这个用户哥，还有感谢这个郑哥给我送来的小爱心。感谢这个落梦啊，繁华落梦，对，给我送来的小爱心，感谢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哈，先给你们深深鞠上一躬，感谢哥哥姐姐们。小芳，你给我一下嘛。哦，还有感谢咱们这个春暖花开。对，让小芳来吧，我不想看你了。他说不想看我吗？他说要看你啊，小芳。那你看我吧，不要看我。对，来，小芳，你们，你站起来啊！让他们看看你吧，然后再看看我做菜。看他吧，好吧。小芳，那我们两个不会烧菜怎么办？不会烧火怎么办？小芳。什么？我们两个不会烧火怎么办呢？会烧的，看他，看这个陌生人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。我叫小鹏。好。初次见面，小芳，初次见面，不要牵手，这样不好。你过去一点。嗯。过去一点，你不要那么靠近我，你过去嘛。你看我们农村人就是用这个烧柴的。烧不起来怎么办呢？你儿子多大？嫁给你儿子。我儿子刚满十八岁了。我还有个女儿，姐们。我跟你讲哦，阿妹，妹啊。小朋友不会烧火，真的吗？阿妹啊，阿妹，跟我说吧，我呢，我家里还有个女儿，那个女儿跟你差不多一样大。真的吗？她也叫小芳。哦，有个妹妹，啊，我不大，我才刚满十八。我家有一个哥，有一个姐姐，有一个哥哥，他叫小峰。嗯。别误会喽，别让人家误会了你。这小芳坏坏的，兄弟们。他不会烧，是笨牛。啊，小芳。你看他，小芳，你会烧吗？找我聊聊天啊，快点！给小芳点点关注吧，你们喜欢。像头牛，用纸点，知道吗？教他们快点，粉丝们教这个小鹏烧下火。我也烧火啊，今晚没得饭吃了，怎么办啊，小芳？那你先砍那个柴啊，怎么那么笨呢？砍哪个柴？真的？嗯。这柴不是砍过了吗？
我更小一点，我来砍。来砍了。嗯。不行。我是不想蹲着，因为压太痛了。我不想压小方。打素颜也好，也还可以吧，那种。我爸我妈在不在我直播间呢？爸妈你在吗？爸妈在直播间在吗？妈妈你在不在？爸爸你在不在？在的话你打个在。在的话打个在。对，因为我妈知道我单身，然后呢我还没吃饭，然后呢她过来监督我，问特意过来看我吃饭没有，我爸我妈。你都想抽烟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小方好看，一般般吧，你要说一般般。不能说很好看，只能说一般般。嗯，很好看的人多的是。嗯，比我好看的人多的是。就是你们看到这个。都是，你爸妈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你们是小方的爸妈。小鹏，我是小鹏的妈妈。嗯是吗？他叫小鹏。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，给你们。可以关注一下。儿子勤快，笑死。把小鹏的小关小兔点上啊。那是，这里还正在装修，知道吗？你懂个屁！拿纸巾吗？快乐一生是谁呀？啊？啊？这快乐一生是谁呀？不知道哎。看不了的。快乐一生。嗯，上火了，你们都吃饭没有啊？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来上火了啊！可是钱东南的，是人是谁呀、啊？快点报出名字是谁？他是不是叫你芳姐啊？没有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。搞那个小小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吗？嗯。我搞小小的就放进去啊，然后就搞龙虾吃。哥们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哥们，哥们呢？还叫哥们呢？为什么？等你烧的好，小芳都要饿死。是啊。哥姐们，小芳今年20岁，有没有喜欢小芳的朋友？20岁年不年轻呢、啊？你们说20岁年轻还是不年轻？20岁年轻吗？我04年的。20岁是03年的吧，小芳。04年。20岁是03年的。04。04年，现在快20了，懂了吗？嗯，你们是快20了，小芳啊！你怎么了嘛？听到吗？阿龙家里打的，你爸妈呢？我爸妈在外面打工。小芳还是我厉害。
去你家吃饭可以吗？那你来呀，这里是这里是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这里是黎平县毛贡乡地门村黔东南。毛贡镇吧。毛贡镇，我们是说乡啊。毛贡镇地门村就是贵州第二个地门村大的，你们去那个百度那里搜也可以。这里是。看小鹏烧火，不知道烧着不？进来的点一下小爱心，对着屏幕戳戳几下就可以了。和你们实话说，小鹏听听就好啊。谢谢你帮小鹏点了500个赞。谢谢你帮小鹏也点了500个赞。对着屏幕戳几下就可以了。600多个人了、啊。700。你表哥去哪里了？他去朋友家吃饭啦、啊。他经常不在家的晚上。会烧火吗？请问，那里有一个那个袋子，口袋。那你这样烧，你看这个人烧火，他这样烧的。阿妹，你表哥怎么住在你家？因为那个啊，因为我家刚搞好啊。来，小芳，让我来吧。他这个不会，你看。那表哥住我家不是正常吗？不是吗？你们那边不是这样子吗？让我来，小芳，你坐着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咋这个？你看，哎呦，这小芳。你不可以这样放，一直一直的，知道吗？那让你把它垫住，它也失火了呀。烧火的时候是要这样烧，这样烧它才烧得起来，然后这样烧。那你把它。这样烧它才烧起来，它这个小鹏都这样放的，这样放的。这样火怎么烧起来啊？是不是家人们？烧火烧半天。有家庭啊，肯定有啊。那经常来我家，阿妹看一下。好的，看一下我吗？我不怎么脏。不行吗？阿妹是那种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了都会爆胎那种。不怎么丑吧，我感觉还可以吧。阿妹好漂亮，还可以吧，因为还年轻呢、啊、才20岁。如果年龄大的话，那就肯定不好看了、啊、才20岁都还没成家的话才变老。谢谢你们夸我。你会烧吗？请问。会了，小芳。会，你要这样放，它自己会烧的 ，OK。阿妹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男朋友的，因为现在不想谈，知道吗？现在还小，才20岁，等到年龄了再谈。这是什么美颜？这有美颜吗？请问，这没有美颜吧？你看，这什么坑坑洼洼都看见的。
这没关系。就现实一点。自美甲吗？自美甲我刚回来的时候做的。自美甲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不一样，我们因为我们这家比较大，你没看见吗？还正在装修着呢。看一下小鹏吧，为什么没人说要看你呢？嗯。为什么没有人说要看你？他们想跟你聊天吗？想问什么的都打在公屏上，我会回答的。以后教阿妹怎么直播，好不好，哥哥们？教我怎么直播啊？嗯。你想学吗？我不想学。没想学。我这口才还可以的。可以的。没，我太棒了。那还不是我叫出来的。阿妹的功劳哦。你们还在我在我直播间，哥姐们。阿妹呀，给大家发个福袋嘛。对。给大家发个福袋哈，哥姐们，来，你们去领了哈，三、二、一，发上了，你们去领上。对，这福袋你们去领了哈。什么？公屏上都说小鹏大气是不是？那我大不大气啊，妹？小鹏大气，哼，那你还不是你发的福袋？你怎么又知道了这个阿妹啊？啊？阿妹你怎么这么聪明？那肯定聪明了。不是不是不是。那小鹏是不是真的大气嘛？去拿那龙虾来那个。有龙虾吗？那么多龙虾，你自己去看，把那龙虾全部煮了。龙虾。嗯，要说小方大气，哥们儿，我点了1000多个赞，谢谢你们，继续点嘛，点到8万。现在多少了？7万。一万几啊？7万6。对着屏幕戳戳戳几下。我进你抖音去，点到10万，这样对着屏幕戳戳戳戳戳。哎呀！终于烧起火来了。是啊。说小方大气。对着500多个人啊，对着屏幕这样戳戳戳戳几下，到10万个赞就可以了。你们这样这样这样，谢谢你们，能对着屏幕说点点赞哈，点点赞。有没有洗洁精啊？有啊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厨房吗？嗯，不是，在外面。对着屏幕戳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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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想看我抖音号的？
有没有人想看我抖音号的？要踩你了。啊？怎么了，小芳？又有一个人给你戴墨镜啊？没有，怎么？怎么没人说话的？没人说话了吗？你们都是挂铁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有没有饭，有剩饭，有剩饭吗？看一下。又没人，我们两个自己吃。有没有人想关注我的？快点说。要关注小芳的话呢，你们给小芳点个。我刷礼物的那个是我，知道吗？刷礼物的那个是我。同学们，他叫小芳，你叫小燕。小燕。小燕。燕。啊，姓燕的燕，同学们。那刷礼物那个是我，小燕。小燕子。坐坐坐。有没有大哥啊，哥们？刷个墨镜给我截图一下嘛，给我个面子。给我个，兄弟们，把小芳的面子给我拉上来。是吧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。小芳好看。小芳跳起来是不是很好看，哥姐们？这是我，我操！给小芳个面子哈。小芳唱一个，唱什么呢？唱欧吉欧吉。哎呦，感谢这么多送礼物的哥哥姐们。看都没人说想看我的，都说想看你。是啊。就我们的菜啊。是谁呀、啊？哦，这个要解冻了，怎么办、啊？对。水烧起来，但是。快，我闻一下，看有味道吗？嗯，没有，有虾的味道。解冻啊。是啊。直接吃虾吧，算了，炒一份虾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又要搞那个醋虾，知道吗？搞两份虾。兄弟们，要不要看我家？有喜欢我的关注一下我，我跟他连一下麦看一下，连一下麦。看一下可以连麦不啊？连麦。连麦怎么连？等一下。那个跟我连麦的那个就是我的。抖音号，你给我自己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现在我有多少个粉丝？叫他们帮我看一下，现在我有多少个粉丝？我不知道怎么看。连麦的那个是我，知道吗？连麦那个是我，连麦的话可能有点卡，连麦的话可能有点卡。如果以后我学，等一下。
这太乏了，怎么办？235个粉丝，那么少吗？点到250个嘛，好不好？点到250个嘛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那个还好老人呢，好嘞，在啥地方嘞？要不要跟转到元宵烤？不要得了，对呀，地老在的不嘞？你家忙可以？对哦，你也可以，要的忙可以。小王真好看，侗族的，侗族的。我这个刚才回来，他们记得跟我们吃饭嘛，到那边去，跟我吃饭不用说，我在搞烧烤，我买肉。天天不吃饭啊？吃啊，等一下吃。也没有开冷气多久了。不是我们妈，那是隔壁家的。啊，来的地摊了。你两个玩在这里干嘛、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？直播表哥又不在了。外教吗？那要看看你喽。看看你喽，他们这里是一个歪，哥姐们，一个歪。下掉。下掉了。嗯。不连了。快点，兄弟们呐、啊！那连麦那个是我，到时候可以。我可以发我的日常，发我的美美的相片，发出去。就一个就够了，不用两个。好吧。下麦。关注我就关注我吧，不然下麦了。谢谢加了粉丝团，那个小鹏炒菜，我操！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送礼物给我。有没有哪位大哥啊？有没有哪位大哥？送个墨镜夹给我。送给我，不是送给他。这里都没大哥说话的吗？我是贵州的。没，不是那个，就是我们这里是侗族，知道吗？是侗族。下麦了，下麦了。下麦了，下麦了。我肯定不是啊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哪里？就是他女朋友。我是侗族的，炒龙虾吃龙虾。先把那龙虾全部煮了啊！把那龙虾全部煮了。喜欢我的榜一就是我，
你奶奶爷爷呢？奶奶爷爷不知道又去哪里了，没看到。我这个五官还不好看吗？化妆了就特别好看。好，留给你，那你来吃啊。我喜欢你，好漂亮。喜欢我就好。那照片不好看吗？好看啊。小芳的名字长得又可爱。同学们，我实话跟你们说吧。我不会唱歌，不怎么会。那我唱一首，我跟着音乐一起唱。好的，让这个小芳唱一首歌，同学们。加油，努力，要用力。你去看，看那个。那一点鼓掌都没有，那我哪里敢唱啊？老乖是谁呀？我唱歌一点都不好听，我跟你说。老乖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唱，我很多歌都不会唱，那个才不是我老公，我都还没有男朋友，哪里就变成老公，是不是嘛？肯定不是啊，那你就是我老公。到时候慢点，我不知道他会唱歌不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。唱的不好听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？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。唱歌不好听，谁呀？人都掉完了。唱歌不好听啊！叫我唱歌，我肯定不想唱。你要看我。搞掉完了，是不是？好听。那他是练了四年，跟我们没有练过的有什么区别？他练四年，我们一首歌，我们从来没有练过歌的。如果他以前没有练过歌，他唱的比我们更难听，知道吗？他练四年的，他四年都在练的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耶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
唱的不是我要唱的，知道吗？懂了吗？给我教我跳舞啊！我会跳什么？我想想，太棒了！我不会唱歌，我本来不会唱啊，我又没练过歌，所以不会唱的，一般是随随便便唱。
我叫你宝贝了。哎呀，我小刘哥又来了。我刘哥，欢迎。弄好了没有？那里。来到我这里。你到，等下你上来，等下又叫人。刚才刚上来，等下你又在这里，等下又叫人了。今天我哪里不理你啊？今天我拉了，今天我拉了小刘哥。我拉是什么意思？垮了，拉了。太可以了，小刘刷个墨镜给我戴一下，笑死了。想多了，嫁给他。科目三的嘞，跟你说，你这样子不好了，不好玩了，跟你说。看你跳科目三。看见小刘叫宝贝，别人叫宝贝。谁呀？看见小刘叫。宝贝，你好吗？没有，我赶紧叫几个，别问我吗。我给他跳个三分。小刘安排个墨镜，我们跳个三分。跳个格局打开。格局打开。格局打开，就那个我等一下，我要学呀、啊，不然很僵硬的，知道吗？他用那个辣椒直接蘸着吃吧，那个。还要炒，就炒了一份，还蘸着吃一份，你知道吗？炒、啊、我不会炒。我会啊。看腰，小蛮腰，干什么？
Thank you.
这谁啊？谁越来越好啊？明天就学这个舞，我想上你们，我想去学舞蹈，到时候就可以跳舞那种。谢谢送来的小玫瑰。今天晚上我去练，然后明天跳，好不好？谢谢送来的玫瑰。今天晚上我去练格局打开这个舞。真的，今天晚上去练那个格局打开，然后呢？那舞很好看的，我可以那个的，我等一下，我想。我可以这样穿着衣服这样，因为我自己不好露身嘛。我自己不好弄，自己要调整。他拉我的话，我自己不好弄。等一下别掉了。这样，趁今天晚上马上去练。是胸太大了，所以要拿纸垫这里。笑死了。好勤快啊，家人们。干嘛？怎么了，干嘛？你看我多勤快啊，我在洗碗呢。勤快死了。